我问一下那个，我感觉拿花的那个更像一点。澳门奇妙游。他是找到了吗？他应该是找到了。澳门奇妙游。是他吗？是吗？哎。是不是？是吗？不是。不是，那他是炸弹人吗？对。澳门奇妙游，完了！我好想去问一下那个服务员呢，我想去问一下他。澳门奇妙游，澳门奇妙游。嗯，这是谁？何用意？要给我带走吗？完了，这个玩意儿它就不太好了。完了，这有点突然吧。我们既然都来到了这个北膳楼啊，这一家菜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是以东北菜还有鲁菜为主的。这家菜哈、啊，它的菜名也都是北方的一些名菜。现在我们大家戴上了眼罩，然后有30秒的时间给大家品尝菜品。所有嘉宾戴上眼罩，30秒品尝菜品时间。需要嘉宾根据味道进行菜名猜测，嘉宾必须回答对4道问题，即可获得1000元的奖励。好，开始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菜你让我看见，我都不一定知道它是啥。好，时间到，然后大家就是依次回答出你们确定的菜品的名字。地瓜，甜地瓜，拔丝的甜地瓜。好，对了。好，第二位。刚刚老子来的菜也是水煮牛肉。哎呀，这个算不算你对呢？算你对吧。算我对吧？嗯，肯定对。我这是锅包肉。对了，所以行了，我们还差一道菜。所以实际上我这道菜的名字叫啥？麻辣黄牛肉。听了大厨的解释之后，然后觉得更加明白了。更加明白，能会做。会做啊，看明白了。会做，会做，手不行。好，那我们谢谢今天大厨。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请慢用。啊、谢谢。那大家吃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该结账了？对，我们的导演已经算出来了，然后需要您支付给我们节目组800块钱。800块，太过分了。已经是打完折的价格了。一道菜100多，你的底线是多少？1000。你没有底线吗？800，我的你底线都1000。东北的咱们的厨师做的这么好，是要值了。大家都来吃点吧。所以能不能算成700？我们就付600块钱。行吧。600。行吧，付钱吧。600啊？还有600。我们就当是给厨师改良的。辛苦费。好的呢。帆哥的心在滴血。我们汇总一下吧。900，还剩900。你拿着吧，好吧。对。衣服都挂坏了，都给我。这路不对呀、啊。你从旁边的那个中间那里走，绕回来。啊，他走进去这么高啊，这个灌木丛。对，我进去不会连头都没了吧？所以我觉得进去之后可能难度会比较大呀。他已经 OK 了。你确定那边没有出口了吗？那边。你要不要回去看看？有没有？我也不会去了。赢了。算错了吧？宽哥。哎。要不要我先进去？你先来来。我怕你给我压力太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冲！冲！轻点吧！我跑错了吗？他就是知道这个路线，你看看。肯定知道啊！我都走过一遍了，能不知道吗？咁就冇得走鸡啦，因为呢个系天赐嘅良机啊！良机啊！张老师回答一下价格。68。一排一，右上角。瑶柱鲍鱼糯米鸡。对了。你们不行。现在不能看了，现在不能回头了，上下一道菜。行，来。修能养走，走满枝头都起飞啊！
好啊。现在由匡哥说一下价格。58吧。张老师说一下名称。蒜香豉椒蒸凤爪。张老师作弊。怎么作弊了？我看了没？我看了没？我承认我刚刚回头了，但确实我没看到。我们最后一把，只让我们看5秒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说5秒就5秒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一道菜撤下来，这是归我们那个节目组的。好，现在可以回头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转回来。你再让我进去找一次，我都找不着。请问现在忐忑了吗？我现在，我确实是放在里面。行，谢谢。要提醒他吗？我放的时候我已经隐蔽了我的位置。你是不是给我玩了一手声东击西？是不是就你没有放在这个地方？刘老师不在这边，我告诉你不在这边。我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。可以啊，刘老师，可以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5分多少啊？半个小时过去了。我是最慢的吗？那边有出口啊！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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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？哪里呀、啊？我出来了，耶、yeah ！这个路线多少是有一点。40秒。easy 了吧？我是最慢的吗？一分28秒。